借由这一次的扩大会议，特别邀请学者专家相关的一些的未来活动的研判的举行与否，另外对于整个区域医疗网来做一些咨询哈。那我们也之前也做了相当的准备，那我想各位同仁呢，大家也很辛苦，尤其县政府在过农历年前，今年元月五号就已经呢准备了我们跟所有医疗网络的物资准备，甚至基层诊所，包括各社区都有做相关缜密的规划。那么当然，我要特别代表县政府来谢谢一线的医护人力以外，各药局以及我们邮政系统大家的帮忙，尤其在医护人员的第一线的守护呢。那虽然屏东目前的零确诊个案，但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的，在相关的一些准备，那我们还是得依照中央的规范的 SOP， 必须大家分工，那公部门也好，那民间全力大家一起通力合作的，才尽可能的把防疫点做到滴水不漏。未来在整个社区医疗网络的一个建构，我们也料敌从宽，扩大准备，也请拜托我们各专家呢给我们更多的意见，特别谢谢大家好。